主料带鱼500克，白菜叶100克，辅料干辣椒2个，花椒10个，料酒2克，盐2克，糖1克，鸡精。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，将片擦锅，热锅热油通常爆香，放入带鱼慢慢煎至金黄，翻面再煎，加入适量水、干辣椒、葱姜蒜、鸡精、料酒、糖适量，大火烧开，慢火炖煮，中间加入白菜叶，盖盖继续慢煮，炖到白菜软身，鱼的浓汁滋进白菜就好了。成品烹饪技巧，将片擦锅后煎鱼不易粘锅。二，煎鱼要用小火才能煎金黄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